他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敢造次，所以我也很静静的听他讲，是吧？那听讲了大概20分钟，我静静的听了他讲了20分钟，我当场就悲从这个心来。我在想，我都听不懂，那有多少人会听不懂？我听了20分钟哎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我突然恍神了，我突然恍神，哎，我很恭敬在那边听他讲，我听了很久了，那也许吧，我很拙劣，没什么程度，所以听不懂。但是我想这个，我就去分析啊，为什么我刚刚听不懂？他也在讲啊，他讲，你想想看，他早上讲些东西，20分钟应该讲的还蛮多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就去分析为什么我听不懂。后来我想了半天，就说他讲话有没有什么乡音啊、方言我听不懂的，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他讲字句我都听得懂，哪怕是有时候带一点台语我也听得懂。但是全部加在一起听不懂。后来我就不是也教你们吗？放张纸嘛，是不是？我也放张纸，是吧？纸上是照妖镜，看看是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，听不懂，是不是？就开始回溯他刚刚讲的这一大段，从头到尾他到底怎么讲？怎么讲？为什么我听到最后好像觉得？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我好像没什么用，没什么帮助。结果不画在纸上不知道，画纸上就了解。我们讲的每一句，因为导师没什么程度，所以讲一句就是一句讲完，对吧？但是会讲经说法的人，他很厉害的。好，他讲了这一句的时候，他引用那个经典的那一句。引用那句经典的时候，那一句的时候，又引用噼啪全部一直引用，那我听了会觉得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对吧？但听了20分钟听不懂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下一秒就快没呼吸了，就在想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他不要跳楼，就听了那20分钟，最后还是跳楼了，因为听不懂。我觉得很可惜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为这个事情，我在办公桌上坐了一个小时，我在坐一个小时。我想这个真的是，应该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所以就开始反求诸己啊，看看我们到底讲的话能不能容易让人家听懂。那我先问你啊，你觉得我讲话容不容易让你听懂？听得懂。有人这样举手。有人这样不问，已经知道举手了，开始要准备问举手。好，我在想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一句话的交代，是不是让你立刻心中产生力量，产生方法，产生出路？产生光明面，这才是重点。我今天